今天是2016年9月20号，也是导游王少鹏的生日，刚好满30岁，还太巧了哦。那来到整个兵马俑博物馆，哇，他们的工作人员啊，那工作人员。然后我们坐电瓶车，然后前往兵马俑的1号坑、2号坑以及3号坑。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那些放开，现在有在这。那是紫薇。那这个也很好看，你看这个。没有。现在所来到是西安的兵马俑，那我们刚刚进来的门口是属于今天9月20号最新的一个入口处。幸福思路主编为您现场报道。我没有录啊。我们现在乘坐的是园区的警车，团员数位，每个人都自费在乘用个耳机，可以听到更清楚。